把遥控器指向空调，按一下开关按钮，选择制冷或制热模式，按其相应的按钮即可。按定时按钮，遥控器屏幕右下角会显示定时关闭倒计时时长，初始显示 0.5 小时。按上下键控制时长，时间间隔 0.5 小时，调整到需要的时间，再次按下定时键即可。